大家好，今天的物件哈、哦，在那个花莲吉安乡哈、哦、的光华二村，哦，吉安乡的南方光华二村，哦，这里有那个小笔的土地哈、哦，有总共有九笔土地哈、哦，那个面积哦，从那个280坪哦，一直到487坪。好、哦，这上面有标示哈、哦，这个土地每一块哈、哦、都可以零星购买，每坪是18000哦，总面积是3049坪，哦，欢迎来选购。啊，这是土地寸丘哈、哦，咱林路的。面宽有107公尺哦，这几大地的土地，哦，这几大地的土地拢总是3049坪，哦，一坪18000，啊，这地号拢总有9个地号哦，啊，看你要买对一个地号，还是要拢买拢会使，欢迎来看地。这个是现场的。现场哦，哎，水沟啊的水哦，这拢灌溉过来的，水沟清理啊。哦，这现场哦，这对面这地哦，这挖草这哦，就是咱现在要卖土地，细笔的农地，拢总有9笔哦，看你要经过一笔哦，会使咱三笔，一平18000，欢迎来出去。这土地吼、哦，免囤土啦，哦，含路平管平管，哦，无需要再囤土啊。咱这土地吼、哦，起盖咧，吉安人旅游区吼，大约是差不多8分钟的时间。哦，咱讲的8分钟就是拢无红山顶吼，8分钟就会到位。哦，这是土地附近吼、哦，这个紫卡线大道加 7-11， 哦，还有一间 7-11 在那个南滨大道加，哦，这两间 7-11， 啊，这个海岸路加哦，这土地附近还有一间那个早餐店，嘛人气盖有的料早点，哦，这间早餐店嘛盖侪人人气，物件盖好吃，哦，啊，这买物件加海岸路加有那个。统冠联合超级市场，哦，啊，咱啊，这个新天堂乐园家哦，才新开一间那个全联福利中心，哦，买物件会使来吃，吃也较方便。介绍哈，哎，那有兴趣哦，打电话来，我带你来看地。哦，这细地啊，农地，拢面积拢袂小啦，280坪到400几坪，哈、哦，也是要拢总买也会使。哦，你要看地较好啊，我永庆不动产林立伟，我的电话是0932199179，好、哦，欢迎你的来电，谢谢。